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快啲入嚟睇！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有叛反天朝之意，孝旦，东辽竟敢向天朝反叛，孤王要兴问罪之事。主上，臣妾都以为是传闻啫，你应该要先礼后兵，不然公然妄起。主上，臣妾以为不兴兵讨伐，难以先服万二啊。外妃所就有理，但是派谁人挂帅提丝，任此擎天一传呢？主上，乐少将军佢英雄盖世，派佢提丝挂帅，定我应付如鱼啊！主上，既然东辽有不臣之心，应派老臣挂帅提丝，把边关重铸。派乐老兄你挂帅。主上，我父年经老迈，不宜再力风霜，应派微臣挂帅提丝。少将军，你唔去得嘅咧。皇后，点解我唔去得呢？你是护驾将军。你听阿皇姑讲啦，我惯战能精明韬略，你无谋有勇，容机啊！老将重着旧征袍，撩扣民风先逃避啊！主上派老臣去啦。就派洛老兄你去。主上，请你收回成命啊。点解我唔去得？你苍苍白发近古咩气，闪闪银刀惊老二，何堪赛我再偏要你
在金马连将武艺试。哎，阿爹，以后要共你相爱无私，你也需要知，去也出的事，飘零菜外要万里，但你不堪输得伤气。赵将军，汉服波七十平万，少年火八十方寸，你应该向父亲挂对题诗，以传孝义。王夫，出师平凡都可以相让的咩？你把个难兼咁任，就会肉丧尸啊！系啊，少将军，我唔系想你父子相争，不过你唔应该让老夫边关送死啊！陆老兄，国知你父子忠心为国，不妨在金銮比武，胜者为帅，不用争持啊！主上，真要微臣父子比武，少将军，你何必要父子相斗呢？系咯，你倒不如就让你阿爹去把啦。少将军，若果尽忠就不能尽孝噶啦噃。少将军，你忍心父亲战死沙场，反为阿爹？平辽夺帅为考试，你全忠全孝顺贤臣，为国为民难啊让啊子，打到啦！王朝之心，你留在朝中保护我主，以防奸党，等我出师啦。好。骆老兄，果然宝刀未老，快啲上前平王。哈！封为平辽大元帅，谢君华，立即领兵起程。令啊子，躬身快便下丹前。乖仔，你莫念亲言，好应忠心为主。望龙母庙进香，望龙母娘娘轮椅早赐，只同你身怀龙印，希望神灵庇佑早降轮椅。兴王，我愿把皇嫂追随，保得沿途服侍。好好。主上啊，王者与王夫都系弱质纤纤，以后应该派骆将军随从保护，以保无虞啊。爱妃你真是小心，骆少卿，真你保护娘娘皇姑进香，沿途要小心关注。微臣谨遵圣谕，亲随左右寸步不离，无事推辞，请安一。你哋翻出去先啦。我哋嘅调虎离山计俾老将军识穿咗，所以个夺帅平蛮又要留低个仔将我哋监视噃。阿妹，
唔使怕嘅，趁住骆将军佢追随娘娘进香，主上今晚在望月求寿啊！我哋成天辣手横施啊！系吧？望月楼系正宫娘娘建造嘅，我哋一于依计行事啦。好，趁正宫把龙胎铲下，我哋先行下手啊！不可言辞。真系唔知道西宫同埋国舅嘅阴谋咩？皇姑，若果唔系阿爹对我暗示，我真系一啲都唔知噶。嗱，西宫由金玉作饭，仲低姿，将军兵骑到第六关，佢会将正军罢。我实在为风波。好明白你的意思的，忠良父子要防范，亡羊补牢犹未晚，劝之狐狸哥哥望东汉，近来刁官未有了意。我哋埋去拜下龙母娘娘啦，一来保佑国造绵长，二来保佑你哋两个白头共定啦。皇嫂，你唔好咁讲笑咧。我唔系讲笑噶，我翻去一定向你兴王启奏，封阿将军为先王嘅驸马。娘娘，微臣点敢攀龙附凤呢？你哋两个快啲埋去拜下龙母娘娘啦。阿娘娘，请你埋去摸下个金盘，就可以知道是金龙抑或彩凤噶啦。好。恭喜娘娘，今日摸到龙珠，预示金龙不久降世啊！真嘅？系啊，龙母娘娘素来灵验不爽噶。啊，咁我先行恭喜皇嫂啦。微臣都敬贺娘娘。来侍臣，在。孤儿时界夜深，你快些回去打雪衣前来，与孤王御寒呢。遵命。
利灯爆裂，恐怕系不祥之兆噃。吓，唔通宫中会发生变故？我突然觉得心水不宁，六神无主。哦，娘娘，不如立即回宫一问究竟啊！好，全令摆驾回宫。知道。你哋起身先啦。主上醉留驾崩，一定是正宫娘娘预谋的诡计啊！似噃，望月楼乃正宫娘娘建筑啊，栏杆忽然折断，分明佢有弑君行为啊！咁立即要拘捕正凶，审明详细。怕唔关正宫娘娘事吧？系啊，我谂都怕唔会啩。点到你哋乱讲说话？哀家主意已定，边个都唔能够反抗嘅。对啦，为表大公无私，娘娘应份与骆将军、皇姑爷国规啊。咁都好，仲兴在立即传旨举行国丧致哀。遵命。贱人，望月楼系你提议建造而委上求受嘅，何以栏杆会忽然折毁啊？望月楼乃是哀家为主上求寿所建，栏杆亦非常坚固，我都不明白忽然折毁令到主上一命归西。哼，正宫娘娘，你不用炸帝了，你轻见我王嫂，你咁讲法就唔啱啦。佢有事跟君贵，但你不必杀君王，定送贵妾西食。你有要令，佢就折怪我，不得保佢命无坏。劫祸太惨厉，不知因我判冤无杀国比妻，正共一卵杀妻。将军，点会冇证据啊？有文武百官可为证件啊！不过佢唔肯招供啫。如果不下月刑，市民焉能审问得彻底啊？将军，国舅讲得啱啊！若非严刑拷问，犯人点能说法端倪啊？下刑唔得。佢不过系受咗嫌疑啫，你未有真凭实据噃，万不能虎打成招，佢仍旧系超扬地位。皇姑，你希望被他谋杀，你仲偏帮凶手？难道你串同夹计，有偏袒嘅行为？国舅，你不能以莫须有三字冤枉娘娘，你还敢将皇姑诋毁啊？将军，你曾经以驾崩，我都有权接证，我要打便打。满朝文武都要听我指挥啊！打！恕难从命，你唔打我打。我独把刀中挥，你滥用我之言，真卑微啊！独打敌，你我良心为是怪，未许你免污秽。哼，恨佢独负真心啊！
位，任由玉碎珠沉，太悲凄。骆将军，点到你偏放贱人啊！国舅，立即下刑。犯罪一人抵，龙胎乃是先王志，不用毒打共归西。西宫娘娘，你伤残先王血锐，恐怕天下神民视你立心不贵啊！西宫娘娘，不如先把个冷宫收禁，且待佢龙胎产下，然后再把血案重提。好啦，国舅。王姑，你哋吓得我一惊添，你咁夜嚟做咩？你又咁夜嚟做乜嘢啊？王姑，我为就想同正宫娘娘申冤啫，佢实在太可怜，血案应分辨，我要查明实况，谁人害自尊？将正风牵连，我牛家不信不会见，恨海盼难见。你无能对皇后施恩，西宫接受之天。因为西宫佢兵权在握，就算系嫁祸冤枉正宫，我哋都冇办法反案。最怕深冤不清算，赐死定难免，相对束手，恨谁危难力稳，不知怎打算。真难堪，无计顶众生救啊弟女，身太凄酸，大家在相策万全，休教佢母子遭劫冤。王嫂佢被国舅打伤，震动龙胎，我恐怕佢今晚会在冷宫分娩啊。西宫佢一定监视严密，难以救佢出生天添噶。最怕皇嫂真系产下龙胎，一定会受奸人暗算噶噃。不
不如咁啦，微臣护驾一齐远走天边。好啊。一定是王夫与将军两人作怪，你快啲全令封锁皇城，
送来王夫人将军二人。知道。城四殿皆封锁，前无去路，后追兵啊！你龙武庙内暂躲藏，我杀退追来招应。哎呀！哎陆将军。快快交低女王姑，否则你难逃性命。王姑锐人早已逃出皇城啦。吓，出皇城？唔会嘅，一嚟先先押他回去。跟我入庙搜查。龙武庙内并冇皇姑及帝锐嘅踪迹，只有呢个庙竹公啊！来，我嚟问声你，哦，皇姑喺边度？吓咩姑？皇姑啊！我唔知啊，我瞓紧觉，我都未见过咩姑。唉，真系冇？系啊，系冇咧。相信佢都唔会飞得上天嘅。来，跟住我思维搜查。哦，你云吉系咩？有咩姑啊？哎，瞓瞓觉啫。娘娘，落云霄已驱步回宫，帝锐与皇姑失去了踪影啊！国舅，你立即下令全国官民人等，如有发现生面少女与初生婴儿，立即拘捕，不得留情。知道。但系骆云霄啊，点处置啊？我有分数噶啦，你吩咐御林军在宫门把守，你去啦。遵命。将骆将军松绑。放佢。放啦。哦。公娥摆酒，骆将军请坐啦。多谢啦，娘娘，你要杀便杀啦。骆将军，哀家爱你，忠心为主，点舍得杀你啊？史上万人反上天。
会呢？娘娘尊重，微臣未敢妄纵情，娘娘幸无多任性，焚熟尊卑应端正，礼分上下莫忘应，休想我狼狈为奸同夺政，岂用助纣为虐败名声啊！你弑君嫁祸害正宫，恨我无力情空，含得绝症啊！将军，原来你仲偏帮住正宫嘅贱人系嘛？佢求受坚流卖陷阱，全心夺位已分明啊！顺天者将逆天，你莫靠愚忠贪索命啊！你真嘅就顺从哀家，唔系啊？哼，你会有杀身之祸啊！笑话，自古忠臣不怕死，但用奸。回千娘，宁愿割舌断头，全灭命。哼，你真系不识抬举啊！你，御林军，立即押往天牢。大家明。喊啦，王泽。我哋都算好彩咯，揾到呢一个山洞做藏身之所。你乖乖地唔好喊啦，如果俾人知道咗我哋嘅行踪，我哋就唔得了噶啦。你乖，等姑姐爱爱你瞓觉啦吓。六个老婆，你慢啲，快啲，打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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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打人啊！我喺度瞓觉，你哋做咩打我？梗系要打你，打你，打你啊！打你！呢啲人多虾我系嘛？啊！呢度有两只野鸭，横掂我今天都打唔到猎。你翻去俾阿妈食都好啊！
提回收了，阿妈保身啊之要。阿妈，听我。唉，永昌，点解你去到咁夜至翻嚟啫？你总系唔怕我挂住你嘅？你梗系周围去玩啦。唔系啊，妈，我唔系去玩啊。不过我去打猎打得攰嗰头，喺树下瞓着咗啫嘛，所以咁晏先翻嚟。点解你咁大胆呢？你眼瞓应该翻嚟瞓啊嘛，喺树林度瞓，用乜嘢俾啲老虎担咗你去啊？妈，老虎我就唔怕。不过讲起今日我喺树下瞓嗰阵时咧，就真系危险啦。咩事啊？今日遍群山穷收啊了，潭边亦不见有鱼鱼飘。假未重音，偷子猿喝叫，不觉刀光频闪耀啊！有人梦中偷袭，凶险难免。哎呀！哎呀呀！何方暴客？而你可明了？原是山。想话搵事做，我哋又唔识，逼住要街头买，
你识唱嘢噶，咁咪最好啦。等我入去揾阿妈商量下啦。啊，妈，吓，听讲咪大嫂啊，佢系寻亲不遇，又冇人收留佢，佢而家想揾事做喎。哦。你眼光光咁望住我妈做咩？唱，你唔好得罪人得噶，你唔好怪佢啊吓。唔怪，生得几靓噶嘛，吓，系好靓。大姑，你千祈唔好误会啊，我唔系嚟做琵琶歌女噶。切，佢唔肯做歌女。不如就咁收留咗佢哋喺树执头执尾都好啊。你都傻嘅。两个人吃饭啊，仲要支人工俾过佢，呢条数点样计啊？我哋唔会白食你嘅，我识做好多嘢噶啦。系啊，我哋有食无工都制噶啦。我个仔好生性嘅，佢咩嘢都识做嘅。系咯，阿妈，咁咪收留佢哋啦。收留佢哋？嗱，咁我系要声明噶噃，吓，我要你做嗰样就嗰样噶噃。肯应承啦嘛，好啦，跟住入嚟啦。主上，徐州之后一定在徐州避孕啊！等我睇下，你睇我。佢就匿埋去边树喎，七王，你快啲准备人马，亲到徐州明查暗访，我要将二人捉捕斩草除根啊！哎呀，子，参见主上，啱啦，小香，你立即到天牢再传诺章旨啊！遵旨。阴沉沉沉，朝朝折磨，痛苦不堪，怨恨无厘，恶毒心，句句心，意莫问，要为迫使我。但非都算浪毒啦，弑君夺位系我威逼利诱，想收买我做王夫，我誓死不从，将我收禁天牢。不经不觉都十几年啦，皇姑同太子下落不明，我阿爹嘅情况又不知，唔通真系永无复国之期？将军，主上传你入宫啊！小香，又传我？哼，就算传我一百次，我都唔会应承佢噶。呢次你唔去唔得噶。唔系判之一死。将军，就算你想死，我都唔会俾你死噶。点解呢，小香？真嘅？真系噶。好，咁我同你去咧。系咯，咁的事冇嘅。我愿将军西风吻月神，我今日干咩人，食嘅酒啊未埋沉，又怕针锋针入不守礼，难要罪神。我早倾心，你望我心边，你放心饮啦，主上。你神秘咁啦，说出实有原因，因为你是君王，我是臣，
所以十数年来宁愿添劳酬啊金，今日得名圣意，对臣一片爱心。实在你得做王夫，真系九生有幸啊！不过你对夫王切番推却，实在内心另有意中人。我有意中人？你指边一个啊？梗系王夫啦。主上，你估错啦。我实在恨佢，我憎佢添啊！你憎佢乜嘢啊？我憎佢累我咁天劳，挨咗十几年苦困啊，倘若白了少年头，我终身都无福啊！我恨你啊，不允我要求，自有天劳长被困，而家心事已尽明，好应举杯同畅饮啦！情愿忍心，情愿忍心同，举杯也欢饮。情愿伤心，情愿心。参见主上。免礼，亲王，我已经封咗乐将军为王夫啦，你快啲参见九千岁啦。快啲啦！参见九千岁。亲王又嚟，又嚟又嚟。亲王，人马可曾准备啊？主上做咩事啊？而家唔怕对你讲明啦，因为发现王夫同太子匿在徐州，夫王要亲到徐州铲除先王嘅血印啊！主上，你系一国之尊，怎可以轻身妄动呢？不如待微臣与亲王微服先行到徐州，明察暗访，便可以铲草除根啦。讲啊，到亲王。咁你要王夫先到徐州布置行宫，夫王然后至驾行呢？领旨，我哋先把行宫准备，等候主上驾临。要小心啲服侍王夫九千岁啊！知道，微臣告退。请。我哋知府大人请王夫同埋亲王喺度饮啊！哦，你准备几个靓嘅锅机啊？得啦，得啦，得啦，记得啦。哦，好好。各位，你都听到嘅咧，今晚王夫同埋亲王李树饮，请你哋第晚嚟过好嘛？吓？嘿，咁点得啊？我哋一场高兴嚟噶嘛？系啊。我哋冇錢俾噶，唔係你時時嚟都得噶嘛，咁啊第日早啲嚟咪得啦，俾入面咧係咁啦，係啦，早啲嚟係啦，早啲嚟就得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好真行啦嘛嚇，好真行，好真行，送佢哋啊，阿勇啊，喂，快啲揾多啲人出嚟執埋曬啲嘢啊，今晚有王夫嚟飲啊！哎呀，你几个睇住我做乜嘢啊？快啲入去扮靓啲咯！去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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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啦！喂，阿叔，阿力，你两个出去外边听我啊！知道，知道。听我，好先，好先，啊，好先，啊，诶。贵客到啊！请坐，请坐。诶，坐坐坐坐。请茶啦。逢场作兴啫，使乜咁古板咧？请茶。请茶，请茶。啊，系啦，好好。吓，好我咯，上菜咯。哦，阿宝啊，上菜啊。哎呀，阿宝啊，我今日好开心啊！你两个贵人，一个王夫，一个亲王。哎呀，等我自己亲身上个台。九仙岁呢啲地方买笑嘅，开心下啦嘛！若果你嚟多几次啊，你就要嗌我带你嚟添啊！冇错啦，冇错啦，系啊，招呼唔到啊，请各位慢慢饮。喂，你哋快啲嚟斟酒。九仙岁，嗱，
嚟到咁多咧，呢啲揀個陪你走得夠啦。唔使啦。啊，要嘅，要嘅，要。是但揀個啊。我唔啱嘅。啊，唔啱啊！唉，阿師阿婆，九千歲話唔啱我，仲有冇啲靚啲噶？好啦，冇啦。主上知道點樣好得嘅。唔怕。冇所謂嘅，對酒歌唱最風流，身先吹奏，知識醉人情意厚，相歡笑談盡消愁，月明花感受。快啲揾個靚哥機嚟，快啲啦嘛！啊，快啲！我學佢飲咗好多杯啦，飲多杯啦，斟杯係九千歲啦，得啦啦，飲多杯啦，得啦得，唔要啦。阿鳳啊，呢個就係九千歲，九千歲啊，呢個得啦啩，呢個鳳。好靚噶，你哋睇下，係咧真係噶。呢個歌機夠靚啦啩？夠靚，我都話啱噶啦。嗱，你小心服侍啊，九千歲啊。你仲唔快啲陪阿九千歲飲杯，又唱翻支歌，等阿九千歲開下心啦嘛。咁啊，真係要飲杯啦，嗬，九千歲。乜你唱歌唱得好好嘅咩？咁你唱咧，我會飲啦。好啊。快醉咗噶，快啲扶我九千歲休息，快啲，係，你扶我九千歲啦嚇。係。就
在天堂，含悲十数载未忘过恨家仇，奸到佢贱。你唔好誤會啊，因為奸妃知道你哋喺徐州，親身嚟搜查你，所以我假意答應做佢嘅皇夫，我願意話同國舅先行一步嚟找尋你哋嘅下落。實在我揾到個機會想救你哋噶，我就估唔到喺清流嘅地方見到你啊。哦，咁你就真係誤會啦。你估我喺處做妓女咩？我當日同埋王侄匿居喺深山。點知俾我哋嘅行蹤，所以冇辦法唔逃亡流浪到呢一度。我喺度暫時棲身嘅啫。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咁弟子咧？佢九千歲啊！九千歲！國舅嚟揾我啦！佢見到你唔得了，你快啲躲避先。喂，仲未再請啊？冇事啦。你冇嘢啦嘛？冇事啦。喂，嚟咗啦，我哋要去接驾噶啦。系咩？哦，咁即刻去啦。去啦去啦去啦。仲忙咩啊？玩你嚟到呢啲地方唔捨得扯噶啦。这不怪的。咁而家佢哋嚟，系咪想捉我哋啊？唔止佢哋嚟咗，奸妃都嚟咗添。不过好彩嗰个将军名为奸党，暗做忠良，所以以后我哋喺呢个醉月楼都要小心至好啊！哼，你个奸妃啊，都害得我哋惨啊！我一定唔放过你，我一定唔放过你嘅，明枪。
睇唔出你少少年纪咁大胆，好在孤家鸿福齐天。我嚟问你，你受边个主使啊？主上，看这小子嘅年龄，方似超阳热种啊，宁我无踪，不如立即杀咗啦！好，就地处决，反国。主上，此小子虽然有罪，你说是超阳热种都未有真凭实据，点解要枉杀无辜呢？难得民心敬仰，不如先带返行宫审讯明白，然后处决都未迟啊！王夫讲来有理，人日将他押返行宫，摆架，摆架。公啊，吓，太子，太子喺唔喺上？我想见下佢。我都想见佢啊！我而家就系等紧佢，佢一退无踪都唔知佢去咗边度。佢有几高大啊？就嚟有我咁高噶啦！佢系咪面口长长，着件灰布衫啊？系啊！哎呀，咁啲痛类似啦。咩咧？因为国舅捉咗个细佬哥，我话佢行杀呢个奸妃，估唔到呢个就系太子。哎呀，咁一定系佢啦，因为佢临行嗰阵口口声声都话唔放过个奸妃嘅。哎呀，咁点算啊？我而家赶住翻去营救佢，我而家去。小生我，你仲有铜皮铁骨，难逃火网，把你消融啊！你快招供，谁人指使你刺孤王？你若不明言，消玉痛。你讲唔讲？你唔讲，啱都你讲。不少年纪。你咁样吓佢，佢又点敢讲啊？等我问佢咧，睇你小年龄，焉敢维持客？啊，定是彩桥不慎堕月，你梗系上树斩柴跌落嚟，系咪咧？你唔系行刺主上咧？我错将离府劈夫子，冒犯君王之罪同。你都听见佢讲啦，呢个细佬哥，佢系上树斩柴跌咗落嚟嘅啫，无心过失，应该要宽恕噶。王夫，而家系你讲啊，抑或佢讲啊？佢讲噶，咁你教佢讲啊，梗系唔认啦。国舅，只不过冤枉良民嘛。冤枉良民，又会上树斩柴跌落嚟咁巧嘅？我知你一定系贱人嘅骨肉，系咪啊？你快啲讲。你系唔系先王嘅太子？唔系。如果我妈是皇后，那我就不用斩柴咁贱啦。系你主上，我都话唔系，放咗佢咧，唔放得咁容易。夫王嚟问你，你家中仲有咩人啊？我睇呢个斩柴仔，一定系无亲无故噶啦。系，我又冇屋企，又冇亲人嘅。你有冇亲人都好咧，你行刺孤王有罪，亲王在，将佢绑在树上，断住佢饮食，我睇下你仲认唔认？一嚟，廿七杀佢。Thank you.
網成冚。嚟，你請主上駕到。主上，不然所料不差，皇冠與太子一網成冚，呢一次一了百了啦。羅雲霄，原來你死心未息，反抗顧家，逆天行道，枉我對你恩深情重，呢次你罪禍自招啊！奸妃，你估我真係貪慕虛榮，想做你個皇夫啊？不過我想同你到徐州，咁都關皇姑個太子關照啫喎。你弑君王、殺國母，仲害太子，判刑罪惡，你估住天眼昭昭啊？奸妃，我為報大天之仇，只有行刺於你，恨我刀斧無力。哼，唔係你啊，已經雲磨拍廟啊！好打，你三人都難逃一死嘅啦。不過我唔俾你咁快死字，人嚟將皇姑與太子用囚車押禁。落雲霄，你既然咁愛皇姑，咁忠心護主，好，我要你親自將囚車一路拉返皇朝。
生命，要你将架囚车明日拉到京师，若然你死得自在嘅，快啲行！将军，系将军，唔好打佢啦！快走！若然你系逃嘅，连你两个打埋，去啦！赶到啫，唔系啊！我哋三个人嘅性命都不保啦。系，参见殿下皇姑。荆家小礼，恕老臣救驾来迟，累你们受惊不浅啊！你劳苦功高，何罪之有呢？阿爹，现在奸党满朝，奸妃亦兵权在握，如何将他消灭？有冇太子登基呢？为父嘅良谋在后啊！荆家有何高见啊？待老臣将计就计，假扮使者，你们上回囚车，埋伏人马，运进往城垣，那是诛家灭党啊！系。启奏主上，徐州押来犯人，已摆到刑场外候旨定夺。而且即刻传谕杜兴，将众犯人带上。遵命。府上有旨，将犯人带上刑场。微臣杜兴，押回朝，我主定夺。哦，有功后赏，平身侍候。谢主上，落云霄。你有福都唔识福，你莫怨我凶残啊！道行火中烧，道兄先将佢杀啊！你唔叫我斩？我都斩了、哼，你听我边个嚟？哎呀，原来你系洛成功啊！我嗰啲书系染嘅啦。呢人系本家。哎，放手。同僚，你哋不用惊慌，我就系洛成功，报先王太子登位，你哋复回原位。知品豺狼，今日天有眼，忠良反正，
伏亚河山，你嘅好梦已随云烟散，从来天道也无循环。你只手遮天，难掩我忠肝胆，烟色弄成故障，已飞到玉家门关。血债血偿，你难逃大限，枭雄活日，要将你生祭做煎炭。你都应有此报了。将军与皇姑相助，大家从心所欲，你两个亦好应施荣关关啦。